珠宝老板们看过来，今天教大家如何在餐厅拍出珠宝大片。这是今天的拍摄环境，那我们今天试一下怎么用这个墨镜或搭配这种频率拍摄一种大片。准备一盏美颜灯，我们把这个灯放在前侧，用这个顺光给我们这个女富豪摆上姿色。谢谢。我们现在在杯子的右侧放上一盏射灯，透过这个射灯呢，我们打向这一个墨吉托，把它整体的一个光泽度给打出来。双手交错，衣服外搭，产品尽量的展示出来，把墨吉托作为前景，大光圈虚化它，拍摄一张，这样就得到一张满满的氛围感照片。把项链取下来挂在手臂上，同样的利用墨吉托作为前景，构图靠近，拍摄一张产品的展示中景。除此之外，拍摄角度还可以低一些，拍摄一张纯产品的展示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产品靠近墨吉托，利用里面薄荷的绿色对应祖母绿的绿色，来个同色系的呼应，拍摄有生活感的珠宝大片。关注大萌，我们小红书。